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母语日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讲甲互你捌，喙手好拍夹。讲甲互你捌，喙手好拍夹。老师，教我台语。啊，你台语就讲甲正好啊，是要安怎甲你讲？无共啊，我要指定物件。还佫有指定要教啥物诶？对啊，即阵啊，阮翁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，问甲足烦诶。是安怎查某囡仔奈遮老要咋顾？啊，你安怎答话？查某囡仔遐喜欢买衫裤诶原因真多啊，实在真歹解释呢。安尼，我甲你讲，你甲回一句话。好啦。讲甲互你捌，喙手好拍夹。讲甲互你捌，喙手好拍夹。对。啊，这衫裤甲喙手有啥物关系？即句话意思是讲。迄代志真复杂，嘛真歹理解啦。当你理解时，就爱用足侪足侪时间啦。足侪时间，甲喙手有啥关系？喙手是慢慢长着无？喙手若要生到正长，才会当拍夹啦。对啊。我讲安尼就足清楚啊。喙手要拍夹，就是爱足久足久的时间。哦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啊。要解释到对方了解，这个时间就要真长真长，喙手拢会使拍来。所以你拄则讲恁翁讲啥，要甲回啥？我感觉你着甲伊回讲，讲甲互你捌，喙手好拍夹。讲甲互你捌，喙手好拍夹，对。我嘛无打算要甲伊解释遐尼济，真正无法度讲几字啊，袂当解释甲遮清楚，是安怎查某囡仔会遐喜欢去买衫裤？啊，查某囡仔是安怎遐爱买衫裤？讲甲互你捌，喙手好拍夹。好教哦，随讲随会晓呢，赞。今仔日的俗语就讨论到这，感谢大家。